那我们来做蒸汽了，准备一张长过锅口的锡箔纸和烘焙纸，然后把上下对折，然后两边扭转，做一个船形的器皿，然后放进锅内，这就是蒸汽用的用具了。那然后呢，从锡箔纸外边的边沿加入两杯清水，记得哦，水不可以滴入锡箔纸中哦。